杨丞琳在陆纵了不起的五顺二担任主理人，以超有气势的将军舞收服大家，瞬间表情更是惊艳全场。之前杨丞琳就有发出许多热舞的影片，表情切换张力十足，不少网友直呼以为在看海底捞的京剧变脸，为什么每次都要便秘的时候跳舞。最新一集团体斗舞，杨丞琳转变甜美风格，绑着双马尾，清爽纯白套装露腹肌，偶尔俏皮比耶，偶尔杀气腾腾，带给观众不少惊喜。杨丞琳在微博发出影片写下，谁说我 battle 时疯了，我不认，我很理智。许多网友赞杨丞琳被姐姐迷住了，请你原地成团出道。在现场的我必须说，姐你是真的疯了，超级好看，超级燃。还有粉丝故意掀她的底，笑亏她，感觉就是去干架的一样。也有铁粉赞不绝口，这次舞蹈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杨丞琳，百变全能，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。可见和以往不同，这次表演让许多粉丝看见 battle 时的反差感，但杨姐舞台皆有眼神杀，为了赢也拼尽全力，期待之后杨丞琳在了不起舞社的表现啦。